彰化鹿港鹿港国小今年校内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，就用食食做主题，透过少年志工英语小街，互囡仔认捌着外国的食物，也让外国朋友也会当体验到正港的台湾味。小朋友在海外的青年志工，动手做每一个国家的代表食物，亲像美国的 milkshake， 台湾的咸豆丁。其中最特別的是用台灣掛包加德國煙腸。台灣的掛包裡面有什麼料？有空白豆、土豆腐、鹹菜。我做的是德國的掛包，有香腸跟酸菜。鹿港國小今年的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主題是食物，校方表示這次邀請華裔的青年回來台灣教孩子，也不忘是雙向的學習，為食物、為語言來認識國家文化。希望我們台灣孩子會知道台灣的文化，其實他是美國人，他也是我們台灣人的孩子，然後我覺得掛包是一個很好的東西，然後可以把文化包在裡面。傳統掛包包不一樣的東西很对他们来讲很新，可是我觉得会很好玩，因为可以 like mix 两个 culture 这样子。校方表示，伫咧规划课程的时，就发现其实足侪文化参与间是相牵连的。所以除了培养囡仔讲英语，嘛真注重母语的传承，更加希望这阵美国囡仔回来台湾来体验在地生活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